比赛正式开始。现在陈奕迅打控球，林书豪打无球，一个反跑，好球！他先去做球，但是在广州队广州队经常会站一个五外，林书豪突破进去呢，正准在外线去架高炮台。好球！哎，别我！我侧木西，这次的空切底线的空切非常漂亮，林书豪也是球到人到。第三，林书豪，侧木西，哎呀，三个篮都没上进。孙中孝本场比赛已经进了两个三分球了。在防守端，尤其是在防守端，需要后卫和锋线队员得得分了。书豪，中距离，好球！小田，给到书豪，外线的三分球，好球，应声入网。这是书豪的节奏，来搭档焦伯乔和郑准，升段流动，布丁加，81-85。